好，提醒你，如果要停车的话，也要注意停车场周边的安全环境了。在台北市士林区的这个三角度平面停车场，因为收费很低廉，是附近民众停车的首选。但是因为照明设备不足，最近经常发生财物失窃的案件，像是就有四辆的车轮呢就遭窃了。少了两轮的状况之下的车体，现在只能用砖块来撑着，让车主气得大骂。但是却发现了现场没有监视器，让警方侦办起来也感到相当棘手。河堤旁停放了一整排的车辆，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不过往车子后面一看，却发现到后轮竟然不翼而飞，全部用红砖垫底，而且拆下来的螺丝也扔到一旁的杂草堆内。感受就很奇妙啊，怎么会有人偷轮呢？你是觉得要就偷车，不然怎么会只偷车轮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车都已经这么老了。车主讲到他这部蓝色爱车就觉得很无奈，因为停放在停车场，车轮就莫名被偷，只能自认倒霉。另外两位车主也是气炸了，因为两个月来爱车就被破窗了很多次。你自己的车子有发生类似的情况吗？两台就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就是早上来车窗破了。对啊。那里面东西有被偷吗？零钱、导航跟 ETC。我大概一年前也是被打破一次，所以说这次已经是第二次了。然后上个礼拜又看到很多那个什么后轮被拔掉，大概有七八部。车子说报警也没有用，警方只是加强巡逻，而且向里长求助加装监视器，没想到里长给的答案却是，里长好像说因为这里是水利地不能摄影还是怎么样，我觉得很扯来。车主说停车场没有监视器，现在只能把爱车停放到有照明灯、人多的地方，自求多福。中央新闻陈品宏、邵凡轩台北采访报道。